据 C114 中国同心网8月7日报道，7日，中印物联网公司公布 SM 晶圆集采候选人，紫光国威全资子公司紫光同心微电子有限公司成为本次集采唯一候选人。据悉，本次采购内容为4000万颗消费级 SM 晶圆，单颗最高限价为 0.25 元，1000万工业级 SM 晶圆，单颗最高限价为1元。紫光同心微电子有限公司是紫光国威全资子公司，提供金融 IC 卡、电信 SIM 卡、MRM、居住证、城市通卡、居民健康卡、社保卡、移动支付卡、SE 安全单元、USB Key 智能 Pass and BIOS 等行业市场的芯片及解决方案。另据 IT 之家消息，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是由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出资成立的，按照市场化机制设立独立运作的专业子公司，运营物联网专用网络，研发设计生产物联网专用芯片和模组，开发宜居通、车联网、二维码等产品，打造物联网云服务开发平台，致力于推动各行业物联网应用推广。